OK， 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，有一个硬盒的收纳盒，有一个硬盒的收纳盒。OK， 所以里面配件看起来是蛮多的。OK，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种。那上面就是放配件的部分，有五种各种奇怪的神奇配件都在里面，就是可以制造像是烟雾、薄雾，或者是冒烟，或者是真的是失火的状态，或者是像干冰的样子，反正都可以做出来。你和这边还有一条 USB Type C 充电线，有一个遥控器可以来触发我们的烟雾机。那这是我们的烟雾机本体啦。OK， 那这就是我们的烟雾机本体了。OK， 这是我们的烟雾机本体啦。OK， 那是我们的烟雾机本体啦。然后最后盒子里面就是六小罐的烟油在里面。最后盒子里面就有这样六小罐的小烟油在里面，就可以补充。那我不确定，我还要再研究一下到底烟油有什么差别。那到底如果之后用完这六罐的话，到底该买什么烟油？那我还要再研究一下。反正目前盒子里面有六罐烟油，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开箱完成啦。这个里面怎么已经有一点烟油？可能是他们在出厂测试的时候，里面的烟油还没有把它用完，反正里面还保留一点烟油在里面。哇塞，这个烟油，所以我这样子加满这 ，OK， 所以我这样加满这样子，我可以说我们这样加满几乎就是一罐烟油了，真的是，所以只能用六次的概念，是不是
也是我现在把它加满，那这样一罐就把它用完了。那目前就是六罐，那应该一下就用完了。反正我们就等它一下，因为它好像是写说放进来之后要等个五分钟再使用，可能要让它干嘛沉淀吗？还是干嘛让它气泡不见吗？还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等五分钟再来。